我想说一下这个说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夏天，经过这一番这个操作之后，从某一种程度上，我们看到一个新的 NBA 的一个环境吧，没有那种所谓之前像勇士这样的 super team， 或者这种三巨头，我觉得更多现在有很多很多两人组合，对吧？然后或者就也有一些三人组合，但是明显会有两个比较强一点的。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们之前也问了球迷，问了大家，就是他们自己心里面觉得最强的 NBA 现在最强的二人组合，然后来了一个 top five 的排名，然后这个是我的，然后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，我不 care。我第一眼看上去以为叫 Steve Zengel。那个，我觉得我们先说一下自己的吧。Yeah， 你先说，我先说。第一名，第一名还是Anthony Davis 和 LeBron。其实就竞争比较激烈的还是在他们之间嘛。但是我是觉得呢，好，你说你为什么觉得他更强一点？因为他们俩互补。为什么互补？他们俩互补，他们俩能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。OK， 对吧？对，一个特别好的发起点和一个特别好的终结点啊。然后呢，当 LeBron 现在防守下滑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全联盟最能帮 LeBron 在后面化解所有险情的人。他的补防速度、补防能力能够让整个湖人的防守都提升一个档次。就是 我觉得这两个人最强。我知道，我理解啊，这两个人的攻防兼备嘛。但是还是那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两个人的所谓的带动能力啊，两个人加起来啊，也不如 LeBron。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些东西，这两个人没有的。就三分球。还好什么还好了，就是没有，他们就是有，他们就是没有。LeBron 也有过四成的，也有过四成的。那个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，也有过四成的赛季了啊。而且 Paul George 的三球在肩膀受伤以后就下滑很厉害的。哇，那就几场比赛了。OK， 那这两个过了之后，你的三和四呢？哇，你把他们两个放到三位了。对啊，你没有看吗？不是。因为对啊，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两个 MVP 啊，虽然我对他们的合作前景未必看好，就是二人组合呀，对啊，那你得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啊，考虑这个事情啊，是啊，好，没有，就是你看啊，就比如说啊，比如说这两个球员，一个90分，一个75分，加在一起165。你看他们俩本来90和90加到一起，算他们扣掉10分，还有170啊，所以他们还是比他们高。我觉得不止扣10分了。Anyways， 好吧，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胜过字母哥和？就是如果他们二打二，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两个人能打过他们两个人？二打二能打过呀，因为二打二怎么能打过呀？字母哥每个人都冒了。二打二没斗他就被打死了。好吧。不是二打二，那个字母哥要防他们俩的任何一个也不好防，我告诉你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他防卫哨没问题，他防卫哨就不用什么都不用出来，就站在这里把手举高高就行了，不出来还是会突进去的，速率还是不一样的，你这不能这么看不起 Westbrook。我其实为什么我把库里和这个克莱放第三了，我把水花放第三了，不是。我用的都是下赛季能上场的，啊？对啊，我们当时没有这么说的呀，我们说的是假设所有人都健康啊。没有，我看的就是在要考虑健康啊。哦，可能我看错了。可能是我听错了。对啊，对，没关系。但如果假设克莱是健康的话，我还是觉得这个组合，我觉得就是库里被低估了。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觉。所以我这里有库里和追梦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库里被低估了。我觉得库里在这几年。跟 KD 打球的时候，他其实牺牲了很多。对，我觉得明年我们会看到一个超强 MVP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库里，而且我觉得在没有 KD 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甚至可能会超越他以前的表现。我这个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不是，我这都吐舌头了啊，对啊，我的这个有吐舌头啊，克莱没有，克莱那个，对。他在养伤。假设这个 KD 是健康的，你会把他挤在哪个位置？排在哪个位置？假设 KD 是健康的，假设 KD 是健康的，对他们俩，我现在不是，但这个，因为对他俩现在我很不确定到底他会怎么样。对，你不确定他怎么样吗？对，
但他去年打得很好呀。是是是是，还不是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不好呀。嗯，你看我的这个名字都画了小星星的，你的没有。哦、为什么啊？不知道，没有人喜欢你啊。我没有输，行，输没人要。What？OK， 还有谁？我们没有什么分歧是吧？我们看一下这个 2K 的这个、2K， 其实你的那个就是 2K 的这个逻辑啊，对吧？就把大家人的分数加起来嘛，对吧？他们两个的分数最高，他们两个就跟你一样差不多吧，没有吧？他只给他们扣了一点的，所以你的排行就是 2K 的排行。对啊，怎么了？差不多。OK， 好，可以。没有没有，其实因为在选第五的时候，我想还有挺多的，就是很接近的一些、这个、是的这个组合。你没有想那个 Jokic 吗？对， Jokic 和 Jamal Murray。 对对，然后还有 Embiid 和 Ben Simmons。 Embiid 和你会选 Ben Simmons 吗？我当时也纠结了半天，我还在想要不要选 Al Horford。 对啊，但对对，但那个 Jokic 和 Jamal Murray 也是一个不错的二人组。然后但是包括 CJ 和 Lillard。是的，对，但他都还不错，但是呢，就后来想了一想，他们俩好久没有共同的一块好好发挥了。对啊，那按照，我突然想，如果按照你，这是你的是吧？对，按照你这个组合的话， yeah. 我们说的是这些两个人的带队能力，对吧？那其实你还是下赛季很看好火箭吗？火箭常规赛还好，常规赛不会太差。就这就是你的这个，相当于是你的常规赛排名了一二三，然后东部第一。那也不一定啊。东部还有那什么呢？东部因为这个队的两个人，七六人是五个人一块上场，五个人都这么高。是啊，七六人的阵容太高了，我好喜欢七六人的这个阵容啊。这个不是能告诉我为什么泡椒边上这什么泡椒啊？哦，泡椒。哎呀，对啊，这就是泡椒啊！啊，我都看懂了。OK， 我以为是什么。玉米，你以为是什么什么什么？我以为是什么美式的薯条是吧？对对对，没有，远看很像什么美式的食品。对啊，挺好的。